那我想，那个有关于中国在干扰我们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或者是说去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担任观察员这件事情哦，那都一直在持续的在进行当中。那它除了影响那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秘书处之外，那它也影响到其他的这些会员国。要求其他的会员国不能够支持台湾的这些这种提案。那另外我们也可以预期到，就是在世界卫生大会里面的这个发言也应该会有很多中国的这些股东的这些国家，他们出来干扰我们了，所以中国干扰我们参与的这个情况就是年复一年一直都非常的严重。那今年同样的，就是世界卫生大会秘书处他们有给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就是要经过那个会员国的同意了。那可是中国在鼓动，或者是说在关于那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些会员国里面，他所能够发挥的这个影响力的确是很大。但是对我们台湾而言，就是接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努力方向，就是能够争取更多的国家来支持我们。那争取更多的国家来支持我们，除了那个行政部门之外，那我们也会去请其他国家的这个国会部门声援我们，或者是说请这些国会部门影响到他们的这个行政部门，那进而来支持我们台湾。那如果说我们接下来能够争取到更多国家支持的话，那我相信世卫的这个秘书处所说的这个原因应该就不再是一个干扰我们的因素。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要有一个非常坚定的决心，就是说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或者是说世界卫生大会作为一个观察员，这个是全民的期待。那在这个全民的期待之下，我们政府部门，尤其是我们外交部这边，会持续努力来争取。